我是 Ariel 曹晶晶，我的兴趣广泛，喜欢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户外运动。俗话说得好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我从小和父母周游世界，在 UBC 大学期间，我独自一人去美国伯克利和英国剑桥大学做交换生。我目前是 UBC 有800个成员的姐妹会主席，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大型公益活动。因为多次参加编程大赛得奖，所以今年年初我和同学们组织了加拿大最大的女子黑客大赛。我喜欢时尚，在中学时走过六季温哥华时装周，多次拍摄模特广告。感谢爸爸妈妈给我这么多美好的回忆，温哥华华裔小姐一定是我又一个最期待的 perfect moment。 从一月疫情传出之后到 BC 省三月封城隔离开始到现在，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挂念着在温哥华东区那些需要庇护的妇女。过去两年期间，我一直与社工们一起帮助那些无家可归和低收入的女性。在这个时候，社工们更加的艰难，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支持他们，帮助需要的人。